組第一組的第一輪賽事，今日辯題是再我先。當日究竟發生了啲咩事？
市民透過傳媒嚟知道真相，你政府唔可以黑箱作業、任意妄為。第二，從速度上，即係迫使政府回應嘅速度。司法權方面，喺法庭判刑時，每件案件都需要排期，而所需嘅時間並唔短，因此漫長嘅排期時間會令到司法權制衡政府變得無效率。而且立法會經過七一衝擊之後，會有兩個半月嘅休會期，至今都唔知道立法會確實會可以幾時可以復會。可以睇出立法會亦都唔可以即刻去質詢到官員，或者以權力及特權法去調查同埋制衡政府。相反，傳媒一直以最快的速度即時揭露濫權和不公義，遇到有突發的事件可以即時直播，仲可以在記者會上面發布，或者代市民去質詢政府和行政機關，從速度上是三地中最快的。咁最後，請問有方同學同唔同意同第四權相稱合理的比較項目是行政、立法和司法權呢？如果不同意，咁到底第四權應該同咩權力去作比較呢？多謝。力量制得三權嘅，咁我咧就會補充翻啦。首先都係嘅辯題討論有效制衡，但我想。
注意填寫封面分數時，請特別留意填寫次序，特別是反方嘅分子。第一格依法列次序係回答分數，第二格先係發問分數。好，現在請正方請自由派出嚟為辯作為攻辯。請辯自由選擇反方嘅辯辯。反方主辯。好，正方攻辯開始有兩分鐘嘅時間。咁樣講係咪覺得冇嘢真係做政府咧？係啊，我哋頭先回應咗有幾方面係話中央不啲。好啦，咁樣講，原來覺得辯題當中係講緊中央先係進行政府嘅最有效力量。咁其實不同學，今日我哋見到中央係咪同現今政府同一陣線咧？係。咁冇錯，咁佢哋同一陣線嘅時候又點樣互相制衡咧？即係打比較同學，今日政府會唔會制衡包庇自己嘅警察咧？嗱。咁我都答唔到啦，即係代表當今日兩者同一陣線嘅時候，冇可能可以做到互相制衡咯。咁今日我覺得當中央唔可以制衡政府嘅時候，可能我明文認為，所以傳媒最有效制衡政府嘅力量咧。咁首先中央政府同香港政府唔係同一個政府啊嘛，佢哋唔係內部。有啲同學嘅咧，同一陣線都承認㗎。咁同一陣線。嗰邊係同一陣線，咁佢都係可以做到互相制衡。咁就算同一陣線，咁就。咁有冇同學今日？我哋見到當兩隻同一陣線嘅時候，有冇可能互相制衡咧？啱先有冇都回應，都答唔到我方噶。今日現今香港政府點解有乜可能會制衡保護自己嘅警察咧？同班都答唔到，所以今日我哋辯題當中唔可以攞中央同埋制衡，中央同埋傳媒作為一個比較嘅平台咯。咁樣今日承唔承認傳媒係第四權咧？嗱，今日承認傳媒第四權啦。咁今日我哋應該喺一個合理嘅比較平台當中進行比較咧。咁我都同意啦。咁即係今日我哋必須攞第四權同另外三權，即係立法、司法同埋行政進行比較，我同意。因為而家香港就兩隻得三權，同埋有好多唔同，譬如話商界。咁樣講好奇怪嘅，我今日未見到一個合理嘅比較平台，但係又同我方講話唔可以同三權進行比較。今日見到合理嘅比較平台唔係同，就係傳媒作為第四權同埋另外個三權，即係立法、司法同埋行政進行比較咯，同學。所以我哋必須。將傳媒呢個第四權同埋立法司法進行比較，明唔明啊？咁我情我冇話，我冇提過任何話可以同三權比較，我真係講三權以外有更加多力量有分網友嘅。由於啱先正方指出反方打出一次，並不認同可以直接同分次一分，所以而家跟住係反方嘅攻擊。即係有詞彙黨啊，咁就係傳媒做到佢應該好啦，有班同學。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聽完有方同學四分鐘的演講咧，我哋吳蘭發現，有方同學係認為傳媒係有偏頗嘅。即使重色資本進入傳媒，但仍然都係有黃媒，例如《蘋果日報》啊、立場啊等獨立出咗操操作，仍然有力量係可以監督政府。但係有紅色資本嘅，即使有紅色資本嘅進入，例如無線新聞、《東方日報》等，即使藍媒嘅記者，佢哋都會仍然堅持自己直接操守嚟揭露真相，好似 TVB 嘅記者喺銅鑼灣質問喬裝示威者嘅疑似警察，並要求對方出示委任證以作身份。我都認為比起三權，傳媒係監督政府最有效嘅力量。立法會要推行法案，要經過重重嘅難關。立法會嘅組成成員存在極大嘅漏洞，70個議席裏面有35個議席都係嚟自功能組別，但絕大部分嘅功能組別都係偏向於商界、金融、鄉事組織等，呢啲嚴重傾斜，導致有一半嘅議席都係嚟自建制派。相反，真正反映香港60%民意嘅民主派議員只佔40%議席。喺2016年開始，選舉主任開始不合理咁取消本土嘅泛民參選資格，就算我哋選出嚟嘅議員，政府都會主動提出司法覆核嚟取消佢哋議員資格，而且所有嘅修正案仲要分組點票，導致極政府有建制派支持就強推議案，高鐵撥款、一地兩檢、深港議事規則，通通都係喺反對聲音中通過嘅。可見立法會嘅組成制度大多有利於政府而無力制衡行政機關。然而司法方面，法庭不可處理政治事件，令到政治問題無法在司法層面上得到解決。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林表示，法官不在任何政治舞台上扮演任何角色，因此政治問題司法機關根本無能為力。相反，比起司法立法，現今傳媒是最有力度的。近期反送中事件當中，第四權就擔任很重要的角色，例如記者在不同的記者招待會中質問警察和特首，向政府機關製造壓力，使他們作出回應，好像現在立法會休會，再加上林鄭匿埋，只有記者才可以質詢，要求問責官員和特首回應，再加上傳媒用不同形式，例如直播、社交平台，港台向蔣集春721831重組，全真社偵查方仲賢在鴨寮街被警方拘捕的情況，這些報道正正是吸引住大眾留意，加強壓力，令到政府不可以任意妄為，同時迫使政府作出回應，才會有831跨部門聯合記者會，再加上外國傳媒的報道，令到香港的事達到國際層面身上，令到更多的目光聚焦在香港政府身上，向政府施壓。咁請問有方同學，你不斷講話傳媒的侮辱，但由頭到尾都冇講過，仲有啲乜嘢係比起傳媒更有力量去制衡政府嘅？40分，仲再有傳媒無關中央指
就係因為喺立法會裏面佔咗接近三分之二嘅建制派，而呢啲亦都係北京嘅勢力。咁於以上嘅情況，連民意都冇用，更何況係民意嘅代表傳媒咧？我方認為傳媒並不能比上層嘅司法、商界同埋中央政府更加制衡到特區政府，所以別提利益直立。最後我又想問下有方啊，你哋舉唔舉到五個中央政府同建制派都同意、民意十分同意，而最後又可以成功通過到嘅法案呢？講咩？更加唔理民意講咩添啊！我哋舉出咁多個例子咧，
可以話你哋係送主權威咯。嗱，事實勝於雄辯啦，政府惡善民意嘅事例咧，真係數都數唔曬㗎。例如明日大嶼咁啦，反對率咧係78.1%㗎。又例如最近嘅反修例示威啊，有80%嘅市民咧都覺得政府應該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但係事到如今，政府有冇任何嘅改變咧？明日大嶼仲推行緊喎，林鄭都依然聲稱監警會可以獨立調查到喎。好簡單啫，一句總結啦，唔理民意點樣高漲咧，政府都係我行我素，秉持住馬雖然可以照跑，但冇可以照跳嘅心態。有分同學，當民意本身都制衡到政府，更加遑論身為民意代言人嘅傳媒啦，係咪先？嗱，以上咧就講完辯題主角一政府係唔足夠㗎，因為呢條辯題咧係一條雙主角嘅辯題，政府同傳媒佢哋之間嘅關係咧好似一場角力咁。今日咧，如果政府真係好具怕民意，同時傳媒又可以主導民意，咁傳媒就當然可以制衡到政府啦。但可惜嘅係咧，依家香港咧嘅局勢係此消彼長㗎。嗱，原來而家嘅香港咧，傳媒係要面對一個雙重夾擊㗎。嗱，第一擊咧就係喺一國凌駕兩制嘅情況底下咧，傳媒因而被檢控同埋削減新聞自由。嗱，早前記協同港大文研編制嘅新聞自由指數調查就指出咧，本港新聞自由指數咧，業界評分得39.4分，工作評分得48分，兩者都唔合格。記協嘅報告又指啦，有超過85%嘅主流媒體嘅老闆或者新聞部主管已經被政府透過受薪做人大做政協等方式檢控。嗱，咁樣睇咧，傳媒嘅呢個勢力咧，因為被檢控啦，同埋因為被削減新聞自由咧，咁實在係不足以令人信服嘅。喺咁樣嘅情況下咧，今日嘅議題要點樣成立咧？多謝各位。民意係制衡政府，而係傳媒帶動民意去制衡政府，所以
咗當時嘅情況，從而令到佢哋制衡到佢。有方，你肯定冇聽我講嘢啦。第一，民意咧唔係靠呢個傳媒去主導嘅，點解啊？因為而家咧好多傳媒咧已經俾人掂控咗啦，公信力大減，所以根本就主導唔到民意。其二啦，就算主導到民意又點樣咧？政府根本唔聽民意講嘢，聽下鄭若驊，聽下林鄭嘅民意，你就知道政府究竟有幾咁唔識聆聽我哋啦。咁樣講同學，其實同學同講俾，因為傳媒俾人直接去入侵，所以就冇咗呢個責任嘅能力。咁啊，咁同學，咁蘋果入到呢啲係乜嘢啊？咁啊，如果真係傳媒真係冇呢個嘅作用，咁點解今日政府真係冇呢責任？政府啊，咁點解今日政府嘅撤回台灣條咧？唔通撤回台灣條咧係由商界同埋中央去令個政府讓步嘅？咁你話一啲香港傳媒可以見到民意？
要係咁同我哋講話第四權啦。咁啊，首先第四權啊，有辯員咧曾經提及過啲新聞自由度係上升緊，但我方見到嘅新聞自由度跌緊喎。嗱，記協嘅新聞自由指數咧就調查公眾評分咧，雖然係稍微高啊，有48分喎，但係票價就得39.4，但係睇翻啊，50分先係合格喎。有分同學嘅數學應該計到兩個都係唔合格嘅。咁就請問點樣可以升到咧？咁啊，另外新聞自由咧，有方所講嘅，我方認為只係最理想嘅香港，因為而家根本上第四權係冇乜有效啦。咁啊，並且有方同學只係講緊嘅，好似紙上談兵咁啦，並唔係現今香港啦。咁啊，正如我方所講，希望有方同學可以走出象牙塔啦。咁啊，我方認為咧，今日有方同學最大嘅問題咧，就係有兩個。第一就係轉移視線啦，由始至終咧，我方由開辯問到你而家反制衡，制衡就等於分散權力同埋傳媒報道咗真相兩樣嘢，報道真相點樣等於制衡咧？咁啊，第二啦就有方同學嘅撤回啦，咁啊我方咧就認為咧我啱啱都提講過啦，用社交平台啊嘛，就算我去100萬冇睇過，我傳媒撤回，傳媒係主動撤回嘅。咁但係仍然個力量係好薄弱嘅喎。嗱，我方由開辯開始一直提到三個角度嚟證明大過傳媒力量，但係有方同學一直都係否認嘅。咁啊，等我喺最後咧再重複一次，希望有方同學可以認真聆聽啊。第一隻權力概念即係現今香港政制，我方開始提過香港政府嘅權力唔係來自人民，唔向人民而問責都冇效果㗎。政府民望咁低都可以繼續做，唔使換班子，唔使換政府，點解咧？因為就中央任命咯。嗱，與其討好民眾，不如討好小圈子選舉入面嘅1200好過啦。相比之下，北京以至一班嘅中央在港代理人，包括商界、建制派嘅政協同埋人大代表，先至係特區政府嘅真正民源啦。他們才能真正影響到政府。第二，經濟資源，眾所周知，香港的資產集中在少數商人手中，商人一舉撤資，不單止失去大部分成本，還可能引發大量失業。舉個例，如果現在四大家族一起撤資，有分行驚不驚？最好的例子仲係咩？我哋親愛特首林鄭月娥喺開記者會之前都要同商界開閉會議啊，內容多到甚至有俾路透社爆出呢個錄音啊，證明商界喺香港權力幾咁強大啦。第三就係公權力嘅制衡啦，香港嘅獨立同完善司法制度由法治去制衡，亦都有部門監督好似審計署、失信員工處咁啦，有許可嘅權力決定改變政府權力嘅行事方針。今日嘅辯題做個比喻啦，就好似一場足球比賽咁。目標咧就係要射入門上開啦。咁有傳媒製作球員，假設傳媒強如美斯，左腳美斯，右腳 C 朗啊，咁啊，但係咧，如果佢嘅要射入門上開，前面有一棟北京牌高牆擋住佢喎。請問你咁樣喺外邊射，點樣射得入咧？而而家呢個時候，商界咧就喺牆入邊射波，司法就係因為有制司法嘅監督，所以就令到個牆矮咗啦。咁請問咁樣係咪再咁樣睇法係咪即係傳媒係冇唔係最有效嘅力量咧？咁啊，所以最後啦我想問翻入方同學，即係如果你哋證明唔到傳媒嘅力量係比中央啦、商界或者公權力係大嘅話，即係今日辯論係唔應該成立嘅。多謝各位。突破黑暗，為市民揭露真相，監視住政府的一舉一動。
咁可能咧問我方對乜嘢叫制衡咧？其實制衡係講緊權力制衡權力，我方一直都講過㗎，即係傳媒嘅力量制衡政府嘅力量，令到政府可以任意妄為。咁可能咧我方講，你今日用乜嘢除咗傳媒之外，咩方法去制衡政府咧？就係講中央同埋商界。所以中央我方問咧，都同我啦，一直問我，當中央同香港政府同一陣線。根本就制衡唔到嘅時候，唔會制衡嘅時候，有方同學係冇回應過㗎。而再講有方同學係商界啦，我方問究竟今日商界實質做啲咩令到政府讓步，令到政府撤回逃犯條例咧？方同學咧係冇講過㗎。即係其實方同學咧就同我方講緊要撤資咯，政府冇驚啦。但方同學可能證明當中嘅可能性咧，方同學冇咯。其實根本就唔會可能發生，因方同學一直活在自己嘅烏托邦南柯一夢咁樣，因為根本呢件事唔會發生。最後方同學咧再講另外方法就係公權力。其實今日公權力乜嘢都關人民事嘅喎，立法關人民事啦，立法由人民去投票，司法亦都由人民去投告，去提告，傳媒嘅受眾都係人民。咁其實如果我今日攞人民去作為比較，人係一個人民呢個作為力量係一個行政嘅事實啊嘛，根本唔可以作為一個嘅比較平台。講到尾，今日其實有方同學咧都係連傳媒有幾傳媒唔好，就例如啦，同學咧同方講傳媒偏頗，我方一副都同方同學講過啦。今日其實就算一國大於兩制，有紅色資本入侵，但現今傳媒嘅生態正正就係有中立嘅，有親建制嘅藍媒，亦都有泛民嘅黃媒啊嘛。呢幾個百花齊放嘅情況底下，並唔會一面倒咁傾向其中一方，而係藍媒制衡泛民，而黃媒制衡建制派，從而衍生呢個互相制衡嘅一個情況。如果真係互相制衡唔到嘅話，今日傳媒冇呢個作用，咁究竟今日政府會撤回逃犯條例，政府點解開記者會咧？如果政府真係任意妄為嘅話，政府乜都唔使做嘅喎。再嚟呢度咧，就再言一樣嘢，就係以新聞自由被收窄，所以令到傳媒冇用。但係可惜呢個係個不爭嘅事實。但政府我唔會因為咁樣就貶低咗傳媒嘅影響力啦。今日你見到，縱使新聞自由每況愈下，但唔代表傳媒制衡唔到政府，因為今日你見到。傳媒仍然可以報導示威現場的每一分每一秒，再例如6/12、7/21，傳媒記低曬真相，為市民揭露真相，仲令到政府唔可以任意妄為，會開記者會回應翻警方做過濫權嘅問題。其實今日比賽嚟到尾聲，今日嘅辯題剛剛講嘅最早似一場選港者比賽咁樣，你可以以呢個港者嘅鼻唔夠高、塊面唔夠尖、唔夠靚，但係其實呢啲都唔重要，因為今日我方只需要證明到。佢喺咁多個力量入面係最有效制衡到政府最有效就可以。今日我哋就見到咯，今日我都承認立法司法權根本已經冇咗佢嘅功效，只低傳媒嘅作用。而家今日我哋就見到啦，正正就因為傳媒揭露真相，質問政府喺記者會入面發問，亦都有傳媒喺直播拍低7/21、8/31嘅情況，先可以令到市民知道警察嘅冷酷情況，令到市民對運動繼續投入，引起外界嘅關注。最後政府讓步撤回逃犯條例，其實呢啲唔係正正在傳媒影響市民從而做到嘅嘢咯。所以今日並唔係冇嘢制衡到政府，制衡到政府仍然仲係傳媒並唔係真係冇用。所以今日見到比起立法權、司法權，傳媒更加有速度、更加有力度去到制衡政府，所以辯題理應成立。多謝各位。
單傳媒嗰樣嘢嚟講啦。其實我個人咧係比較疑惑呢一點係咧，其實我即係轉變嘅時候咧，聽到大家嘅定義係有講過下咧，就係、是、好似有有其他大陸北韓都冇多嘅，就講過下其實個媒體咧係包括一啲嘅網絡自媒體，即係直頭廣告，即係電腦小鮮肉廣告啦。總之我覺得好奇嘅位係大家今日嘅著眼點都會講好多，就係咩點樣俾人染紅啊、點壓力嗰啲啊，甚至係唯一一個舉到一啲所謂話唔受資本影響。唔受資本影響嘅例子又係蘋果啦，但我會覺得就係因為佢強調係嚴禁香港嘛，咁而家喺香港尤其是最近問到，咁樣最突出就係我哋見到好多時候呢個資訊嘅來源係會嚟自一啲好多嘅唔知邊度嚟嘅，嚟自一啲小媒體或者一啲只係可能開 Facebook page 或者 IG， 甚至一啲嘅係嚴禁出嘅 source 咁啦，咁我就會覺得就係呢啲新興嘅自媒體，即係每個人都可以成為一個媒體嘅嘢，又包唔包括今日嘅討論入面咧？咁一個係可以包括討論入邊嘅話，咁今日你哋嘅討論會唔會入邊得廣闊啲咧？因為我個人覺得就係、是，如果正方嚟講嘅話，當然啦，有個危險嘅係，我會覺得其實引入埋一個呢啲咁嘅自媒體入討論其實係 O K 嘅咯。因為當然啦，你可以話呢啲自媒體有個問題就係可能通訊不足啊，俾人會對面會話啲假新聞嘅好多嘅，但我又唔覺得彼此去到一個好危險嘅攻擊啦。但我會覺得就因為你哋，我主要覺得你哋對於媒體的想法都是有什麼引導輿論那些東西，既然你都要講引導輿論的時候，為什麼你不再拉大一點，不說拉大自媒體那些，你會不會在輿論那方面的形容形得比較真，可能很勁的媒體令到個個人都講這件事，即個個人都知道這件事，即我會覺得你會令到畫面都會做得更加好，即這個就是我第一個看法。但是另一邊呢，我就會想另一件事，就是如果我們媒體和第二件事，就是今天雖然大家有講過下些媒體，但其實呢我從上來說是不話到知道發生什麼事的，為什麼呢？因為其實我沒有聽到一些很具體地說了誰個媒體報了什麼東西，你有大概說了一些事情，零八三太子啊，七月元朗，你有說過一些事情名稱啊，但是有沒有具體哪家報章報了什麼東西，它怎樣幫助到那樣事件，即例如說本身有一個人是地質，因為有間報紙影到或者一些報章影到他的一些的現場的資料，令到他可能是沒有記錄了一些警方的濫捕片段，所以令到那個人呢、就是、可能是可以成為一些情況證供也好，或者什麼東西，即是會不會有一些這樣作用，有一些具體的例子，即我見我聽多一些，這個就是第一件。第二件就是有關制衡，其實我個人本身是對制衡有一點的本身的定義，但我會覺得就是今天的正方的定義是很正路的，但反方是有少令我驚奇，我是後來才開始聽得明清楚一點的，即是我覺得我自己的理解就是政府可能比較有大權力，跟住後制衡就是需要一些所謂弱勢一些的人或者普通一些沒有那麼大權力的市民，然後就需要一些的組織或機關令到對那個一是就弱速一些的人壓低一些，一是令到這些人多一些，然後這個就是所謂的制衡方面，我的個人主解。但是你這些的制衡好像似乎是變了就是影響他的決定，跟住或者是控制啊，或者呢啲嘅字眼都會成為制衡咯。因為你哋舉個例子係，你哋講話咩中共或者商人，咁你講話中共或者係商人，咁但係我會覺得就係、是，即、就、係、是、對面都有問嗰樣嘢，就係本身中共嗰個位置就可能係咁樣控制乜特區政府。咁如果你係比較咩係接受係有制衡力量嘅最有效，咁我會覺得你揾一個本身根本唔會去制衡佢嘅，甚至支持佢決定嘅一個單位嚟比較係唔 make sense 咯，我自己個人覺得。但當然，如果你嘅制衡同我嘅理解唔同嘅話，我會覺得，即係因為我個人本身對制衡嘅理解係覺得係令到弱勢有多啲嘅勢，或者令到強勢變得冇咁強勢。咁所以我會咁嘅理解之後，我會覺得你用中央或者用商界唔係恰當。商界其實本身定常恰當嘅，但係現實上層面嚟講，即係現今香港就商界係唔會去制衡政府咯，即係一啲嘅你話黑警會唔會係話咩？政府和商界合作好啲唔講住啦，但係大個就會覺得係一個就係定義上我唔同意係算係制衡力量，另一個就覺得純粹係實現上嚟，我而家係唔會做到制衡呢樣嘢，所以我會期望你就真係揾一啲係制衡緊啦，無論制衡得好唔好嗰啲例子啦，跟住就進行一個比較，所以我會係喺定義方面我係會偏向正方多啲嘅，但係我會個人覺得有一樣嘢就係、是、即係正方啦。這個就是對定義的理解，第二就是制衡的方面，今天呢政方其實我期
見到，不如再多一個嘢就係樓底啦。呢個咩叫樓底咧？就係啱啱我講話，佢會唔會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啲例子啊？係即係銅鑼灣嗰日咧，即係咪有話有人話啲警察喬裝嗰啲示威者嘅，甚至拉人嘅時候咧，甚至捉入去，只係就係據稱就有一間即係就學生媒體就係指出邊啲媒體啦，跟住就係影到佢就係擺支捉入去嗰人嘅書包嘅畫面，跟住後就可以即係我會覺得就呢啲就係所謂媒體就係影到一啲會唔會係所謂警方濫暴又好，或者警方做一啲不恰當嘅嘢，即係然後你成為你影到畫面，然後可以幫助到嗰刻啲人屈嘅人或者點嘅人，所以然後我就會覺得就係嗰啲某程度上嚟講係制止咗佢嘅行，即係制止咗政府上濫用自己權利又好，或者點咩呢啲公義嘅行為咯。所以我會覺得就係如果你真係想講傳媒點樣去保障啲人個記錄嗰方面嘅發揮多啲，就可以唔會成為啲嘅流弊，其實唔需要踩司法。踩得咁死咯，即係我會覺得你呢個男仔可以配合埋司法嗰個位再負面多啲啦。同埋第二樣嘢就係輿論嗰方面，即係我會個人覺得就係、是，即係我個人覺得啦。今日其實有講少少就係話咩引導輿論嘅，但係我會覺得就係引導輿論，我其實都同意反方嘅。咁我即刻會問引導輿論入邊，即係講緊講完之後，政府都可以聽嘅。即係會唔會可以講多少少就係、是，我今日。即係如果連埋自媒體咁樣包埋個討論入面啦，會唔會係我嗰個輿論係可以帶到個人都討論，個個人都參與個運動或者啲乜嘢嘢？真係去到嗰個結果係會比而家係樂觀好多，係真係一個政治壓力咯。即係可能可以承認而家嗰個輿論未夠，但係如果啲輿論呢樣嘢去到一個足夠嘅點嘅時候，會唔會係可以令到大家講出嚟咯？當然呢一個係純粹一個講啦，未必成立，但係我覺得輿論嗰個可以去大少少。跟住。係啦，跟住然後同埋，我覺得就係實質例子上邊咧，就係聽一個部門聽多啲啊，即係例如咧，方中賢嗰單嘢啊，或者係一啲國際關注啊嗰啲啊，即係風頭條嗰啲嘢啦。跟住但係我會覺得就係其他位嘅例子都有啲推，就係咁少少講地方記者會咯。跟住第三樣嘢，仲有一樣嘢啊，我就覺得大家有時用字嘅時候咧，有啲唔恰當咯。即係第一樣嘢啦，即係大家聲音就講到話反映民意嘅泛民啦。我唔係肯定就係、是，即係你當然啦，你片立法機關嘅時候，你有講話而家一啲嘅議程比例嗰啲嘢啊，或者你個強推議案或者內文啦，泛民咁就算泛民真係有議程，即係反映民意，我唔知啦，即係我會純粹覺得就係未必咯，即係我會純粹覺得呢啲嘢會可能有啲人會有唔同嘅立場，而你可以睇下立法議會點寫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針對反方嗰方面嘅，咁我個人覺得咧 ，Vivi 嗰方面咧，你哋係有少少幾大嘅。第一個問題就係你講啲嘢好容易俾對面成咗為 twist 咯，即係第一無啦啦突然拋話咩三權，啲人對面即刻話你三權方立方就係變翻三權咯，跟住你又講咗突然間講咩國際輿論呢幾個字，咁對面又話咧國際輿論邊度入到出嚟，咁我就會覺得你注意多啲少少呢啲字眼，就會俾對面成個分析啦。
第二個咧就係、是、對於制衡。咁我覺得如果用翻即係三權分立嗰種制衡嘅諗法咧，咁就一定要係大家個權力上係均等，先可以達到一個所謂制衡嘅佢。咁所以咧，我就覺得正方咧其實係需要去講傳媒喺個角色上面點樣同立法同埋司法有一個平等嘅關係去制衡政府。咁於是咧，我就考慮到你嘅制衡咧，即係因為制衡咧直接同最有效嘅標準係相連。咁我就會諗啦，點解一件事可以好快地做得到，就等於佢有效嘅制衡到政府咧？即係咁，其實傳媒都唔會夠我講嘢快嘅，或者都唔會夠我哋最即係最屘場辯論比賽點都快過打一篇新聞稿啦。咁係咪辯論比賽又係最有效，或者比大聽第四更有效制衡政府咧？因為我哋夠快夠效。咁所以我就覺得喺你落咗嗰個標準嗰度之後，你有上次做比較或者三權之間做比較，誒四權之間做比較，但係點解個比較標準係合理呢？要講多少少。咁對於反方都係一樣嘅，即係你今日講嘅反建議就係包括商人、中央同埋你哋後面都有提及嘅司法部分。咁司法部我諗就唔需要太過點講啦，因為都係三權分立嗰個概念當中。咁但係如果你講商人同埋中央咧，就面對正方自由嗰啲質疑啦。就譬如咁，商人首先商人係咪我哋一般理解會制衡政府嘅一個角色先，定還是係中央會唔會制衡政府咧？咁呢個就真係牽涉到你哋對於制衡嗰個理解。嗱，如果你哋一開始就講得好清楚，話制衡其實只不過係等於影響政府，咁你哋講嘅一定合理。咁但係個問題，你哋一開始冇定義清楚咧，就會變咗交俾評判去主觀判斷你嗰個諗法係咪正確。咁如果你定義咗對方冇提出嘅，咁我就有跟隨辯論比賽走勢去判斷。雖然我唔巴你嘅定義，可能覺得你啱。咁所以我覺得定義清楚咗啲字眼先，跟住先再去做討論咧，係好過喺後面講嗰下先審翻嗰個立場出嚟。最後一樣，我覺得自由辯論今日嘅交鋒咧係精彩嘅，因為更加能夠睇得到究竟邊一邊係真正明白自己條主線，即係先估埋條主線好唔好。但係我覺得今日嘅自由辯論係精彩嘅，因為真係考驗到雙方嗰個反應啦，同埋有好多我覺得係重要嘅論點咧，同埋例子同埋資料咧，都真係喺自由辯論嗰度先睇出。咁其實可以考慮下點樣將呢件事改善，就係將自由辯論裏面精彩內容都平均分布喺前面嘅位置咧，咁可能會令個賽事嘅推進可以擺得更加前。咁技巧上就係留意第一，自由辯論嘅單次發言唔需要太長。咁同埋喺公辯嘅時候都要小心嗰個賽制要求，即係譬如冇打斷翻對方發言啊，或者盡量嗰個反問句啊。咁啊，有啲譬如你識答咪答咯，唔識答咪直接啲話，我唔知道你做咩要求，咁都可以。咁啊，分享到呢度，咁交俾你啦。開始入面都不平衡，你們想知道這些，但我覺得
概念你從政策上講出嚟，有啲客觀。喺主線上面咧，我覺得反方咧今日咧，比較聰明嘅一樣嘢就係咧，你哋因為知道你哋要做比較，所以你哋想揾一啲比較可能權力比較大啲嘅單位去到做討論，但係咧，有個所謂嘅白出現，就係例如話你哋提出嗰啲嘅商界，但係好似啱啱政方一路都有問嘅好多問題，就係例如話而家有一個所謂商界，佢係為咗市民嘅要求去威脅政府，去講話我準備辭職，然後政府真係會還你，所以聽喎。商界嘅特點就係我要一個利益啦。政府如果同商界之間能夠做一個互利之間嘅推動嘅話，咁點解商界佢會放低某啲利益去幫呢班嘅市民？所以政方一路會問你講一個嘅實質例子。如果你真係舉到呢個例子嘅話咧，我覺得喺呢個位置上我係可以覺得你哋係一個散心。即係如果你真係舉到個例子，商界佢今日同我哋講話，市民嘅意見我哋需要聽，如果政府你唔聽咧，我就辭職啦。跟住香港政府你就還你翻啦。你真係舉到呢個例子，我覺得你呢個位置主持嘅情喺呢個位置上，你係好心。但如果你舉唔到例子嘅話咧，佢就只係一種提出咗個意見，不過佢有冇一個實際嘅效果，你係冇辦法保證。第二樣嘢咧就係點解今日喺嗰個討論入邊，大家會有少少混亂咧？就因為對制衡呢個字啊個定義，呢個就係我覺得正方第二個嗰個未盡責嘅地方。其實制衡喺你眼中可以係一個過程，可以係一個結果。例如話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第一個前面做到啊。咁呢個係咪嗱？反方就話咗四個未做到，呢個唔係制衡。第一個做到，咁呢個係咪能制衡嘅過程咧？我哋有時候去討論，例如話我要制衡政府，我今日政府出嚟開個記者招待會去交代一件事嘅真相，沙中線佢成立嘅嗰啲委員會，或者元春事件咁樣，佢要求嗰啲嘅高會出嚟去解釋翻件事，或者政府出嚟道歉撤回咁樣。可能成件事入面唔係最完整，獲得我哋想要嘅嗰樣，但係我哋起碼都有少少，即係有種比較就係由零到冇，同埋有少少變多，係一個過程。我覺得對正方你可以提出到呢樣嘢嘅話咧，咁今日反方可能講好多就喺傳媒，就係將所有嘢擺喺佢認知，即係市民知道咗呢樣嘢。但係市民知道咗呢樣嘢，點解喺地方有個制衡咧？就因為呢樣其實就係零去到有出現啊，開始有市民關注，或者佢哋你所講引起咗啲嘅民憤，所以呢啲嘢市民佢哋就要遊行，俾壓力。嗰個壓力嘅落，唔單止係個市民本身點樣睇呢件事，又或者係你甚至可以講到就係有啲市民佢本來可能係一啲對政治敏感嘅，但因為傳媒令到佢哋熱衷於政治、參與政治，呢啲其實都係個制衡嘅過程。咁啊，最後咧，我想講一樣嘢就係咧，其實今日咧喺雙方我都聽到咧有一啲嘅字眼咧，例如話功能組別啊、議席啊等等嗰樣嘢咧，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同比賽可能會相關。不過我覺得各位作為一個中學生、香港人，或者作為一個香港嘅公民，其實咧有一啲咁樣嘅概念咧，我哋就算唔係比賽，我哋認識多啲，其實都係好事。例如話，你哋去講功能組別嘅嘢，個議席唔公平，點解唔公平咧？點解中選金嘅一票同擴進嘅一票，我哋會覺得係唔公平咧？咁樣對，我一個喺台灣作為一個香港嘅公民，其實